对呀、啊，太猛，比过年那时候新竹啊。哦，那时候还猛。真的、哦，简直那个雾哈。哎、欸，太猛了。就在我面前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黄金三尺。九份啊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快到了，九份这样，对啊，是九份，我是从另外一头上。哦，难怪看另外一头上去，看不到什么。对啊，没有那个大转弯的。哦，因为我是从另外一边上。这个雨要下一下大一点，不然它这么下，而且不是下在新竹，它这个是上面北部已经上面的，常常下这个雨，它水不会切，救不到水，救不到水库啊，救不到水。水太小了，只是说吧。可是它经常下雨呀、啊，湿润的。对呀、啊，农作物啊这些还是有点重要的。哎，不会啦，你看那雨啊。现在要大一点了。是因为这个风啊，是啊。啊，就像我们这种。哎呀，雾太浓了。走奔老街嘛。走奔老街。不是会下不大雨，是。新闻是说那前两天都没有啊，新竹就蒙烟，就那个按乌云梯啊。那这还是有人来走，没地方好走，没地方好去。不过假日嘛，不过北部比较少，你是南部啊？南部的话，往苗栗，往不管下雨还是苗栗，很多车子的。宜兰又另外一条线哈，不一样。天方夜谭，以前都是很多人在那边喝咖啡，看夜景。天方夜谭。但是在台湾很少看到这种天气，应该这么雾蒙蒙。你们成都应该很常见吧？成都是常见。台湾哦。就是台湾只有这个地方比较常。台湾要它的时机到了，它就会有这个天气。我觉得我们那边是冬天才对。啊，冬天很冷。大陆不会。不是大陆的成都。哦。大陆那么大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哦。我儿子去大陆去做那个电子的，去做不到一年，后来给我赶快了钱了掉，要赶快叫回来。那汇钱过去的人是那个诈骗集团啊。那个银行说他汇钱过去了，是你儿子的名字。我说不是嘞，是朋友的。他说这个汇头的名字啊，天天很多妈妈汇钱过去啊。他你看这电视，给人拖下海的，丢到海里有吗？太假了，是啊。后来我赶快叫我儿子暑假要回来，他就听话又回来，结果了掉好几十万。他现在都会怀念大陆，你看，他做吃的做什么？现在大陆很发展，又怎样怎样给我看？他天天就看大陆的电视。哦、他很怀念大陆啊！哎，那说明他喜欢那边。哎，喜欢。他不是那时候。他每天现在也看电视。哎，我让明星下车好不好？不然你们等一下还要走下来，你们这边比较快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啊，确定。嗯，没关系，一起走，一起下。嗯、到了哈，这里。到了，这上面。到了。好像路有改的呢，好像。哦，一样这么小条。一样这么小条。要按照看。那他回来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大陆。没有，不能再去了。要那么多钱？还是很多人在吃吗？还是有人来，很少。问题是他去大陆去哪一个地方？他自己现在还记得吗？我不知道。大陆那么大，他要不要去的哪一省？对啊。很多人都在大陆做生意。做生意过，了掉回来的很多。聊掉是什么意思？做法。他们都认为好像人家都很好做一样，对，就去就并不是那么好做。我说台湾那时候你做三万多块，你不做在尾针下包，你不做你跑去那里。
三个什么？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100块。先生的雾还会散，对不对？前面没有散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们上次去。那是天气好，这次没有，这次下雨，它不会散。我跟你讲，雾会散就是好天气，不会散就是天气不好。会散是因为有风啊，然后天气好。现在已经快中午了，对啊，它不会再散。跟那个早上，那是早上的雾。对，它是宜兰的天气就是这样。有雾气就代表有水汽，水汽更重，它雾气就更大。那你现在往碧潭，它也是下雨哦。对啊。下很大，那个街上也是跟着卖东西，没有卖多。而且它那个就是九份，那逛起来，都在人家骑楼底下，都一直淋雨。对啊。你拿着雨伞好像也没什么作用。这个走廊啊。因为它都有那个屋檐啊。走廊道啊。对啊。它是没有下雨，它也是雾一直下一直开，南部是、啊嗯、有人走路、哦、我们上次去香山、啊、我看到那白，我想说有人走路，所以说你看你眼睛花了，这样我说有人走路，再拿那个标志有作用啊，看到白白的有作用，尽量慢点，对，尽量慢点，对，没有看到人上石头去过河，这里是庙，庙，你看真的字看清一眼，这么大，开大灯也照不到，照不到，白天啊，正看我开大灯了，照不到，那你有开灯吗？最主要开灯是给别人看的，对啦，看得到我，对方的车子，对啊。Wow.